放松的两年的广厦广播电台，今日是头一摆举行谈球会，我的节目主持人同听众朋友来互动，同时每举行的第二届广厦电台广播人才培训营的结业典礼，阿伟伟希望大鹏安呢来培育韩国多的客家人才，安呢客家传播事业就会有韩国多的新人感染。共享出共享天台台夫共享天台招聘人权同听众朋友共享合作，帮人共享来六金来重录记录。同平时跟那些听众相个招聘人共享互通，也有听众懂蛮久。亲好啊，客家，个平常时都无看到人呐、啊，就躺到上天啊。那就只有像读书的人呐、啊，你看到作家，可以一种动心的心情。哎呦，我们要请广播主持人，无论是唱歌还是讲古走戏，每轮在上台上网表演，来回馈大家。第一摆呢，看到安台唐总朋友的支持，所以都无可用嘅感觉，每我知道哎，因爱动用心来继续做好嘅节目，帮安台唐总朋友。哎呦，那相对广播嘅主持人来讲，亦嘅系一个千难得做嘅同大家见面嘅机会，大家会好好来珍惜同把握。一场共享天台的听众会，同时也是第二届共享天台广播人才培训营的结业典礼。三十一届后生的候选人经过六年的面试训练，获得初步的广播技巧，来对两方有更加多的认识。无简单，无简单，因为你学霸的，学霸的先讲了好，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系你个老家自尊柔和，观众上谈的是。我以前是谈过广播么？我试过爱自家去讲一只东西，所以爱学到非常多。后生人呢，佮佮初进状态，为了系有机会，我当然希望爱你广播电台哈，要做得来，老记得来上线来，佮佮采访也好，制作节目也好，韩国记得主持也好。想培训客家广播人才，客委会咪表示，今年九年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成立了后，其他的后生人才有更加多的表现空间。希望台湾呢，找到更加多后生族群来做客家传播产业。客家新闻台面传了起身，台北报道。